在影片开始之前呢，我想感谢大家一路以来的支持。我最近发现按赞数跟留言数都有点太少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应该多一点的互动。据传言所说啊，按赞数越多，留言越多的话，这样子 YouTube 就会把我的影片推给更多人看到，这样子我就可以赚到更多的钱，赚到更多的钱我就可以找更多的妹子，找到更多的妹子我就有更多的炮。各位刚刚不小心失态了齁，所以各位从今天开始啊，以后的每一部影片按赞留言的话，你都有机会获得免费的点券。那为了给各位神秘感呢，多少点券我不会说，有时候是100点券，有时候是1000，甚至有可能5000。所以各位看我影片的时候，请踊跃留言，踊跃按赞，每个礼拜日我会抽出几个幸运儿来送点券。有把影片看完的人呢，会比较容易抽到点券，不要怪我没提醒你们哦。哦 ，OK， 我们继续我们的下一场。那我们这一场要玩的这个是凯格路士，因为他最近出了一个非常炫炮的造型。那关于凯格路士到底该怎么玩，手把手教各位。大家可能不会玩凯格路士啊，这一场我来教你。因为凯格路士这英雄非常的脆皮鸡蛋糕。那如果你要进场的话，非常的抓时机。那等一下我会教各位是怎么进场收割，我会教你们。好吧，我会教你们。来 ，Let's go， 来了。现在又有哪一组对手要被我虐啊？啊？啊？凯格路士，鳗鱼盖饭。哦，我们这次用的这个是最新的造型啊，圣诞玩具夜。它这个造型非常的好看哦，我觉得它非常的嘲讽。那关于这个凯格路士的出装呢，我们一样用这个热门推荐第一套。那各位如果有兴趣可以去买这个造型，我觉得这个造型 CP 值非常的高哦。那我们今天这一场还是要录对上的龙马，死定了，真的死定了。我们打龙马，我们会直接被他戳烂，因为凯格路士的手太短了。不过没关系，我直接教大家怎么打龙马。可能很多人就啊玩凯格路士遇到龙马就死定了啊什么 ？No， 你们有我，我教你们。你们各位看一下这个造型，多么嘲讽。那我们打这个龙马呢，先点二技。那我们就是要先出这个物防血啊，因为凯格路士大招是完全免控的，出物防血就对了。哎呦，我们先绕个两圈，左三圈右三，哦，兵线出来了。然后我们也不用怕龙马，第一波兵线先清掉。来清掉之后，我们快速移动到对方的蓝区哈，对面的打野一定还在吃，来，吃到。那我们吃完之后呢，再往中路去靠，再来吃中路的这个小螃蟹，我们是非常顺利的、啊。然后再跟这个打野一起共享这个中路兵线，共享完之后呢，我们再退回凯撒路去吃我们凯撒路的兵线，有看到吗？就是这么的精湛，你看我们的经济非常高哦。那对面龙马好像不知道他康克我们，他不太敢跟我们打。来，我们再往中路靠。嗯，我们打不赢对面，就不要跟他在线上那边耗时间，别耗。那我们就把中路兵线吃掉。那下路这个纳克罗斯就会负责吃啊。那中路这个时候是没人守的，加减摸塔，哦，加减摸塔，然后把对面的补包吃掉。中路的敌人不见了。拉开 ，OK， 完美。那我们算一下这个凯撒的时间哈，我们可以在这边蹲一下，再吃着，或者是直接越塔吃好了。好，魔龙凯撒降临，大招还在冷却中，兵线拉在一起吃，不用担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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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先拉开，先拉开，他一定要清兵的，他一定要清兵的，所以不用怕，来撤。我们凯格路士前期就是一直浓哦，各位记得这一点，因为我们伤害还没有起来，我们怎么打都不对。对不起，我的错。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再去中路继续撑，因为我们的迪拉克一直不在中路嘛，或者是吃这个小野怪。我们再吃这小野怪，我们就吃。哦，不用担心队友怎么样，因为我们后期是要凯瑞全队的。来，刚好过来吃兵线，一只都没有漏掉哈。来吃凯。请求集合。请求集合。狂砍，狂砍，
狂砍一个双杀，双杀拿完吃野怪，我们这个进场时机就是非常的不错，在对面凯撒震我们之前大招开下去好不好，直接一个锁免控。我跟各位讲，我真的是认真打就很强啊，我不是说怎么跟你们开玩笑啊，平常只是爱做效果啊，我认真打是真的非常非常强，不解释了吧。嗯，打月塔吃，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大哥，对不起啊，经过我也经过我也、哦、大哥抱歉大哥抱歉，别跟他硬打，我们现在跟他打还是比较吃亏的。来转中路吃这个小螃蟹，然后我们再吃这个小野怪，我们打野往上了嘛，我们不要跟他抢，我们就直接把这个吃掉。各位行不行，稳住吧稳住吧，打砍跟他追，哇我的腿太短了，天哪、啊、哎呀腿太短了，可惜，没关系，反正我们是被龙马康特嘛，我觉得前期打这样还可以啦，我们再弄一下，不过我们的射手那一路被打爆了，比较可惜，对面应该没有很多回血角色啊，哦没有很多回血角色，我走不掉了，我走不掉了。四只在这里耶，他们上路打一个龙马不会打输吧？不会吧，你们还收不掉？振作点，各位，我的经济甚至比对面的西路卡高哎，他拿三颗头哎。哇，可惜可惜，这一场我们要用凯格路士拯救世界，让队友看看凯格路士有多威猛。不过队友要先稳住啊！大招还在冷却中。你看我们这个攻速吗？我的天哪、啊！鳗鱼盖饭哎！哎呦，睡哦睡哦睡哦 ，nice！ 龙马在打我们的蝙蝠侠、欸。狂砍！你以为你谁啊？你哪位？我就问你哪位？我们被龙马扛腿又怎样？我现在直接打回来。来，我们下一件装，拉丹之风。我要跟我的队友分推啊！我们跟他们走在一起没有效益，分推分推。来打下路可以打，下路可以打。压塔压塔，压完撤压完撤压完撤，吃凯撒吃凯撒，进攻凯撒进攻凯撒，我去推下我去推下，啊算了我吃我吃，结果我们的射手没有去守上哎、欸。哇在干嘛、啊？干嘛、啊？我超认真的想赢哎、欸，结果讨厌那些卑鄙的料，哇，直接一路被推进来，真的假的？大招还在冷却中，我方高地防御塔正在被攻击。我是狂人，狂人。疯狂鳗鱼，王者直接给他出下去。我们根本就不用怕凌月，各位知道吗？有没有看到？狂砍就掉了，可惜可惜，撤撤撤撤撤撤，别再追了，迪拉克人都来了，很明显啊。哎呦，收掉了吗？有干，差点没勾到。黄西，黄西，跑不掉了，哥。
我一技能躲躲你的吸，火砍，疯狂鳗鱼，拯救世界的那个蓝人就在这边啊，疯狂鳗鱼啊，有没有看到？各位，这就是实力。我真的是要带队友逆转耶，我没有在跟你们开玩笑耶，吃魔龙，吃魔龙啊，走走走 ，Let's go，Let's go， 请求集合，听我的就对了，各位，听我的稳赢啊。Nice nice， 糟了，他们要打，他们要打，来了来了来了！请求集合。蹲这里蹲这里。我开玩笑，我开玩笑的，我开玩笑的啦，我开玩笑的。好啊，你们现在对面连开个玩笑都开不起啊！好啊，没关系啊。来吃凯啊，吃凯啊！犹豫什么？为什么没有要吃？人都在上面呢。阿华铁在拖时间呐、啊，我们还不吃凯撒？我的队友真的不知道在干嘛、欸。对不对？刚刚可以吃，结果没有人要吃，你有没有发现吗？来，马抓，我几斗开了 ，nice， 我直接砍烂。来，这上塔肯定是要拿掉的，你知道吗？下塔要带，有人在抓我们的射手。哎呦，射手不错哎、欸，我想进去拆、欸。我超凶啊！来蹲好蹲好，吃凯吃凯啊！吃直接吃直接吃！来，我带上我带上，不会输掉吧？不会输掉吧？干嘛干嘛？不会吧，不会吧，不会吧，你们！哇！不会吧，不会吧！